大家好，我是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会每天准点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了。前不久，40岁的罗志祥被前女友周扬青大爆黑历史，旗下艺人37岁的蝴蝶姐姐简凯乐也是偷食对象之一。事件爆出之后，俩人形象重创，工作大受影响。简凯乐沦为第三者之后，代言广告商立即终止与他的合约兼所长，而罗志祥啊也丢失了大陆的饭碗。近日播出的《创造营2020》。有火眼金睛的网友发现，节目中大张伟怀里一直抱着一个电脑，而电脑当中的画面显示正在与罗志祥视频连线当中。罗志祥被删得只剩头发了，剪辑师真的辛苦了啊。为了挽救事业，台湾媒体称罗志祥现在正在策划一连串的补救行动。据知他打算自保筹备开道歉记者会，兼跟凯乐断绝关系。而罗志祥的行踪也一直备受关注。原来早就在本月的1号，有网友在微博泄露小猪正藏身于深圳的万豪酒店，该网友是言之凿凿，就在万豪酒店，我有个亲戚在里边做保洁。不过呢，小猪为了避免媒体的追访，一直是没有露面的，行踪非常的保密。另外，今天又传出了简凯乐被小猪分手，终日以泪洗脸，甚至是希望小猪出面帮他留住娱乐百分百节目的主持工作。但是据其身边的友人爆料呀，小猪已经自身难保了，对简凯乐的态度明显变得冷淡了。而记者求证小猪经纪人，被问到小猪是否会帮凯乐保饭碗以及目前的行踪，则暂时没有得到回复。在大多数网友看来啊，经历过这件事件之后啊，罗志祥基本上就凉凉了。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粉丝都会因为周扬青的爆料而选择脱粉的。作为一名成名多年的国民级偶像，罗志祥还是有一些死忠粉在追随的。有粉丝通过制作视频来为罗志祥加油打气，配文称，你不一定要逆风翻盘，但是请一定向阳而生，希望罗志祥早日回归。没有想到该则视频呢，也引来了罗志祥本人的关注，能够在这个时候还力挺罗志祥，看来这位粉丝啊是真爱无疑了。对于粉丝的这一份热爱，罗志祥呢也没有忽视，而是现身评论区留言回复该网友，谢谢你，请等我回来。据了解啊，这也是分手风波之后罗志祥和粉丝的首次互动，看来网友猜测的罗志祥凉凉的说法并不如何真实啊。随后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后，罗志祥的回复就突破了1.6万的点赞数。从这一点呢，也不难看出分手风波之后的罗志祥人气虽然有被影响，但是依然不容小觑啊，看来这也是他准备复出的重要资本了。而更加魔幻的是，有网友发现周扬青竟然用自己的小号点赞了相关微博动态，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又取消了点赞。一时间吃瓜群众都在猜测周扬青此举到底意欲何为。有网友觉得娱乐圈本就没有什么永远的敌人，再加上商人出身的周扬青多少都会有一些注重利益，两人时隔半个月左右说不定复合都有可能呀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